是艾利克、哦、那当然今天、哦、艾利克在这里要诚挚跟我们推荐来自我 Modern 的一个摩肯掌上型的封口机，当然今天整组让你带回去哦，包含了两个封口机之外，今天还有特别的赠品要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，包含了你看五个我们的一个收缩膜之外哦，今天再送给观众朋友来自我们摩肯的一个收缩瓶盖之外，直接让观众朋友全部带回去990块钱，无论说你要加任何，包括说哦任何的塑胶袋也好，或者是遥控器也好，通通都可以做一个收纳。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推这个商品呢？其实哦，现场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刘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刘经理哦，真的很有运气哦。今天我跟网友报告一下，无论是婆婆妈妈在家里的时候，很多人想说，哎呦，我今天要收一些菜啊，没错，或者是我买了很多大量购买。如果说我一个人一家四口的话，一个礼拜才买一次菜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可以大量购买，可是我今天可以小量分装吗？没错，运用我们今天摩肯的一个掌上型封口机，直接让观众朋友哈、哦、就可以轻轻松松在家里做收纳喽。没错，来，今天直接话不多说，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到底有哪些东西？哎呦，就大包了。来，直接看到哦，今天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。来，第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什么设计师的款式？设计师款，全球首卖，对不对？全球首卖，买一组，包括电池之外，来下来再送给观众朋友另外一组，我通通是珍珠烤漆的镜面，你看到没有？今天我们是直接可以开一组出来试用，没问题。然后来订这一组，拿捏鸟，在外面的话，你看到没有？不会送这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还有，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，还有五个收缩膜、哦，直接让观众朋友轻松的做使用一整组。还有我们这个神奇瓶盖，神奇瓶盖买一组，一大一小直接带回去、哦，没错，市价都要几千块钱了，没错，今天买一送一，990块钱买一送一，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。当然，为什么家里一定要必备摩肯掌上型的封口机嘞？其实很多人想说，哎呦，我今天讲没料明天哈，我直接就丢掉了，浪费了嘛，对不对？包括说饼干哦，很多人家里会吃零食嘛，对不对？你吃零食买一大包的话，你很可能就是吃不完。没错，用长尾夹或者是一些什么什么公式夹，对不对？今天拿出我们的封口机，直接轻轻松松划过去，然后产生热能，对不对？直接就可以帮我们的一个饼干或者是一些零食，脆没问题哦，下次一样纯粹哦，只要是塑胶的制品。通通都可以做一个封存的一个动作，没错。当然啦，那种塑胶盖是不可能的啦，哈，没错。塑胶袋之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哦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做一个封口的动作。零食袋一样可以，零食袋也一样可以。无论说你吃了剩多少，完全都不会外露，哎、欸，就是这么好用，就是这么简单了，哈。当然，今天除了零食之外，我要挑战不可能。你看到没有？家里的遥控器，很多人妈妈会自作聪明，想说，哎呦，我到了喜安内啦，会去那种买那种遥控器的那种套子啊，或者是一种用保鲜膜这样包起来，没错。见都看不到，可是观众朋友，今天因为我们有送收缩膜，没错，直接任何的，包括遥控器可以做使用之外哦，一样的动作，用我们的封口机直接划过去之后，然后哦，左边来一次，右边再来一次，对不对？对，达到一个密封的动作之后哦，压到哪？封到哪，对不对？只要三秒钟，轻轻松松，全家大小都会用哦。连我的侄子孙男都也要用啊，没错，干单不？你看到没有？吹风机哪里说不可能变成可能？任何的地方。过去之后一片平坦，是的，熨斗哦，直接用电那个吹风机就可以帮助到我们一个遥控器，你看到没有？换一个新家，轻轻松松哦，不到一分钟，另外况且，你有几分钟没嘛，30秒差不多就已经封好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你在家里都会用，尤其是我们今天收膜的部分，送给观众有几张？五张哦，100公分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整个是500公分。最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很多妈妈想说，可以啦，我要做那个咖喱饭，做牛肉汤、牛肉烩饭的话，哎呦，我要大量的去煮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分这样一袋一袋的，很麻烦。对，今天直接装一袋，哎。就帮你分一袋，然后再第二袋、第三袋、第四袋，好像摩西在分红海，有没有？没错。走过之后就这样子轻轻松松化成分开两道了，而且完全不会外露。没错，这个才是重点哦。这个叫是重点了哈。很多人想说，哎呦，我把别人在走，结果用那种瑕疵品，外面一般市售瑕疵品，走过之后老疼，有没有？然后擦擦钉啦。今天我们的摩肯就是这么好用，你在家里一定可以做得到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然后包括说今天哦，如果说哎呦。我吃的是意大利 pasta， 没办法封口怎么办？我只能用长尾夹吗？或者是一般的那种公式夹吗？今天不用，因为我们再送给观众朋友什么？神奇瓶盖，神奇的瓶盖来自我摩肯，直接送给你哦。如果说家里有狗食、零食，或者是米，或者是洗衣粉，吃多少用多少。
粉状的，我跟你讲，要用多少倒多少，没错，直接轻轻松松倒出来哦。哎，很多人想说，哎，如果说我直接用那个夹子的话，哎，吸糖嘛，没错。今天没还到了，直接让你带回去990块钱，买一组送一组，买一组送一组。我们市价大概多少钱？1080一组而已，没有赠品而已哦，没有赠品哦。可是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买一送一，再给你赠品的部分，神奇瓶盖，神奇瓶盖还有收缩膜的部分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把握今天的推荐机会，记得我们订购到是2033301，想要拥有吗？赶快拨打我们免付费订购专线0809052777打电话。感谢观众朋友热烈抢购，今天买一送一的情况下，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。你看到没有，家里的一些食物你吃不完就直接丢掉，是的，叫浪费了。你知道什么都在涨的情况下哦，什么都在涨，只有你的薪水不涨。可是观众朋友，因为什么今天丰口鸡扬名国外，而且包括说我们今天是设计师款，没错，全球首卖，全球首卖，而且我们现在 Viva 是今天在这里是独卖嘛，独卖，直接让观众带回去。包括说你看饼干吃不完，如果说吃不完的话，一般来讲的话，哎呦，可能就是直接用仓位夹，可是一样啊，也软体会软掉。可是观众朋友，今天运用我们封口机，无论说你要吃牛肉烩饭、咖喱饭，直接做到一个分开来，或帮小量分装的一个动作。然后包括青菜哦，蔬果一定要新鲜，绝对保新鲜。你看到没有？今天无论说任何的食品、任何的食材，运用封口机一样新鲜，没错，因为我达到100%密封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说观众朋友，省时省力，不费时间，绝对不要用传统的橡皮筋、球链去绑啊了哈。今天这些东西直接都可以丢掉了，包括是肠胃夹，包括是公事夹，或者是九零，通通都可以丢掉。因为今天只要运用我们的封口机，走到哪里不用耗材嘛，没错，不用耗材，只要你是塑胶袋，我原来的塑胶袋就可以封哦。走到哪里三秒钟直接这样划过之后，就已经做到一个封口的动作了。是的，所以观众朋友，你吃不完的东西，或者是你有珍贵的物品，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做加重收缩膜的部分，没错，对不对？你看收缩膜的话，无论说相片，或者是一些珍贵的遥控器。然后包括说你看珍贵的首饰，通通都可以达到一个密封。你看到没有？相片，这个是相框哦，相片在里面嘛，对不对？你好不容易想说，哎呦，我有一个珍贵的回忆，想要说，哎呦，如果说日积月的情况下，泥固鬼青已经泛黄了，没错。今天运用封口机，直接做一个做封口，然后加上说我们今天送给你的收缩膜，是的，直接送给你。吹风机吹过之后一样哦，保存期限咕咕咕啦哈，没错，999，然后包括说你看永远都不会泛黄，是的，然后你的记忆啊，跟你老婆或者跟你老公的记忆永远都是记忆犹新，永远甜蜜，永远甜蜜哦。所以说观众朋友，把握今天难得推荐机，我再次强调，990块钱你带回去有什么？买一组送一组，今天买一组送一组，一包收缩膜袋，对，一组神奇瓶盖，来。还有我们的一个收缩膜的部分哈，收缩膜总共有5张嘛，对不对？整个是有100公分乘以5张，500公分的直接让你做使用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把握今天的推荐机会，记得订购代号是2033301，把握机会打电话喽。
朋友，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说开源节流？开源节流，对，因为什么都在涨的情况之下，你的薪水没有涨的情况之下，今天我们食物也不要浪费，对，我们东西也不要浪费，零食也不要浪费，包括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给观众朋友摩可的早上咸丰口鸡，因为它好用，因为它耐用，而且它是实用，没错。重点是哦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说包括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为什么像说摩西过红海，因为哦，如果说你看到没有，大量购买，少量包装，有没有？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哦。如果说你在家里有买过这种东西的话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一般来讲这样小小一袋哦，就116块钱，有没有？就116块钱哦，哎。这样子三包的话就300-400块，对。如果说吃不完就软掉了，软掉了就软掉啊，你就丢掉了，你就丢掉了。如果说今天帮你这样子整个这样一包一包包起来的话，哎，可以保存期限多更久，哎，没错。而且帮你这样子非常小量包装，我想要带到哪里去带到哪里去，防潮防水，而且防虫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然后包括说，你看哦，今天茶叶过年的时候一斤都要4-5千块，但是你看一个款用球链安尼白白看，搜搜看，里面真的会防潮吗？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嘛！今天只有运用我们这个封口机，原来的袋子就可以用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原来的袋子我们不用任何耗材，直接转着画过去就已经做到封口的。你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，OK 嘛，对不对？包括说吃水果一样啊，水果的时候，哎，都这样收个袋啊，那爸爸哎，打个死结，然后再哎，小朋友小明啊，你今天带到我们那个学校去吃好了。你看一样，碎狗狗都烂掉了，苹果都已经花黄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如果说今天运用我们的一个摩肯掌上型封口机，直接做到一个保存，你看到没有？连水分都还在，水分都还在哦，水分都还在。上班族如果说想要减肥的话，哎，想要吃水果餐的话，今天这样一包带过去够了吧？够了吧？你不要想说，哎，我带这个，然后已经泛黄了，没错，食不下咽，然后包括说哦，中药真的很难保存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冬令进补的时候，或者夏天比较潮湿的时候，是的，哎，药材都坏掉了。这个哎，一斤嘛现在几千块，没错，一斤嘛现在几千块的物件，你要这样还是要这样？我当然。而且透明的药材我们看得见嘛，对不对？是的。今天无论说高丽来对川穹来对，我直接都看得到里面内容物是什么，绝对不会长虫，对不对？封口100%密封之外哦，今天菜我跟你讲，什么都在涨的情况之下，包括说我们常说哎新闻哎长啊一斤都要几百块，没错。可是包括说你看啊，用这包。哎，烂糕糕，你看看烂糕糕已经泛黄了，加一半，淡一半，直接丢钱呢。妈妈，你在丢钱呢？今天你要这样子，还是要这样子？你看到没有？小包装。大量购买，小量包装，你要吃多少，煮多少，封多少，看到没有？今天只让你看到喽，哎，水分都还在，有没有？所以观众朋友，把握机会，尤其是菜之外，还有什么火锅的生鲜肉，很多人哦，都只是用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哎，这样子在包装而已，可是真的没有达到密封，因为它的背后只是这样一个保鲜膜，它只是个保鲜膜，哎，重复退冰不卫生。对。可是观众朋友，我直接分装成这个样子，解冻也快，解冻也快，然后你要吃牛肉，你要吃。猪肉，你要是鸡肉，直接就可以做分门别类的一个包装，然后帮你做解冻的动作，新鲜保存。是的。包括说我们刚刚讲说，哎呦，为什么叫做摩西过红海？是的。因为如果说我有煮什么咖喱饭、牛腩烩饭，或者是一些酸辣汤，我想要准备给小朋友，哎呀，带到学校去。哎呦，小明呐、啊，你明仔载胖几斤以后啦？是不要那如何喜后嘞？观众朋友，今天当然是要用这个啊，我直接带到家，带到学校去，然后一样热热的可以吃嘛。如果说用水加热的话，用隔水加热，对，一样啊，热腾腾妈妈的爱心。今天直接让观众朋友带回去990块钱，你就可以做到。尤其是带回去有哪些东西？我们今天只有一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买一送一，对不对？直接两组红色款，还有我们白色的珍珠款，通通都是珍珠烤鸡镜面之外，再送给观众朋友5个收缩膜，100公分之外，还有收缩袋的部分，让你直接可以在家里，无论说遥控器，遥控器不是送给你的哈，不要看错了哈。当然，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去，还有我们的一个封口瓶盖，是的，一大一小。一大一小，如果说家里有洗衣粉，没错，然后意大利粉，或者是任何的狗食，没错，要用多少就用多少哈。把握今天的推荐时间，990块钱限时抢购机会，我们是独卖，全球独卖哈，首卖的。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去，20330018，把握机会打电话。